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获奖影视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月光宝盒，穿越时空的爱恨情仇；二、冰与火之歌，权力斗争的幻想史诗；三、盲点，画布上的悬疑解码。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光宝盒》，穿越时空的爱恨情仇。 月光宝盒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某个古老传说中的神秘物品，它能够打开通往过去的大门，让人穿刺时空，去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不过，如果你是一位电影爱好者，你可能会立刻想到，这是一部融合了爱情、喜剧和武侠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这部电影由周星驰主演，讲述了至尊宝、周星驰是因为爱上了紫霞仙子、朱茵氏而使用月光宝盒穿越时空，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一九九五年上映时，并未获得巨大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却成为了一部经典的文化现象，被无数影迷奉为经典。那么，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部电影背后的深层含义和有趣的故事吧。首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解读和戏谑。电影中的至尊宝是孙悟空的转世，而孙悟空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周星驰通过这个角色，将传统的神话故事与现代的情感纠葛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电影中的月光宝盒是一个典型的幻想元素，它象征着人类对于改变命运的渴望。至尊宝使用它来回到过去，试图挽救与紫霞仙子的爱情，却发现每一次的改变都伴随着新的困境和挑战。这反映了一个哲学观点：即使我们拥有改变过去的能力，我们也可能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而从幽默的角度来看， 《月光宝盒》中的许多情节和台词都成为了流行文化中的经典，比如至尊宝在面对紫霞仙子时的那句“一生所爱”，不仅仅是表达了爱情的执着，也因为周星驰特有的演绎方式，成为了许多人模仿的对象。电影中的搞笑元素和对白，也让他成为了一部能够跨越年龄和文化差异，让不同观众都能产生共鸣的作品。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月光宝盒》的结局：至尊宝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后，最终选择了放手。 他的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对爱情的一种超然，也是对人生的一种豁达。这样的结局让人在笑声中感受到了一丝苦涩，也许这正是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总之，《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喜剧电影，它融合了爱情、哲学和文化批判，以一种幽默而深刻的方式，让观众在笑声中思考，也让人在泪水中微笑。这部电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充满魔力的宝盒。每当我们打开它， 总能发现新的惊喜和感悟。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冰与火之歌》，权力斗争的幻想史诗。各位尊敬的听众，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将中世纪政治阴谋与神秘魔法完美融合的幻想巨著《冰与火之歌》。这部作品由美国作家乔治二二马丁所著，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场关于权力、荣誉、背叛和复仇的盛大史诗。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部作品的核心。 权力斗争，权力的游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没错，马丁先生巧妙的将现实世界的权力斗争搬到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有着七个王国，各个王国之间的争斗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野心和目标，他们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这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惊喜。但是，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权力的斗争，还有着丰富的幻想元素。 比如说，北京的长城，那是一堵用来阻挡异鬼和野人的巨大冰墙，而且它是由夜之王和他的夜骑士们守护的。这些幻想元素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这部作品中的角色。马丁先生创造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他们的性格和动机都非常真实。比如说，小恶魔提利昂·兰尼斯特。 他的智慧和机智让他在权力的游戏中屡屡逆袭，尽管他的身材矮小，但他的心灵却是高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让人爱恨交加的角色，比如瑟西、兰尼斯特，他的野心和残忍让人又爱又恨；还有乔佛里国王，他的残暴和无能让人恨得牙痒痒，但他的死亡又让人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最后，我想说的是，《冰与火之歌》不仅仅是一部小说。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忠诚。这部作品中的每个角色都在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目标而战，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又是为了什么而战呢？总之，《冰与火之歌》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幻想史诗，它不仅仅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充满魔法和剑与火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记住，当你玩权力的游戏时，你要么赢，要么死。谢谢大家。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盲点画布上的悬疑解码。盲点 The Blind Spot，一个听起来就像是侦探小说中的章节标题，实则是艺术界中一个引人入胜的概念。想象一下，一幅画作表面上是一幅风景或是静物，但在那些看似无害的颜料层下， 隐藏着一个谜团，等待着像我们这样的艺术侦探去揭开。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场景：想象你走进一个古老的画廊，墙上挂着一幅看似平凡的十七世纪风景画。但是，随着你的目光在画布上游走，你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一块颜色略微不同的区域，仿佛在向你暗示这里有秘密。这就是我们的盲点，一个可能隐藏着惊人秘密的画布区域。现在，让我们来玩一场艺术界的冷暗侦探游戏，科技。 特别是 X 射线成像和红外光谱分析是我们的福尔摩斯式放大镜。通过这些技术，我们可以看到画布上的每一层，揭示出被遗忘的故事，甚至是被覆盖的另一幅画作。有时候，这些隐藏的图像可能是艺术家的初步草图，有时则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品，因为艺术家们在过去并不富裕，常常重复利用画布。想象一下，通过这些高科技的艺术眼镜，我们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达芬奇的素描，或者是梵高的另一幅向日葵。 这无疑会在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关于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新见解，甚至可能改写艺术史。但是，不要以为每个盲点都会揭示出一幅失落的名作。有时候，它们可能只是艺术家的一个小错误、一个不满意的草图，或者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秘密。比如说，某位艺术家可能在画布上不小心洒了一些葡萄酒，然后用一层颜料匆匆掩盖了过去。 这样的发现虽然不会让你登上艺术史的头条，但至少能让你在晚宴上有个有趣的意识来逗大家一笑。总之，盲点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它是艺术史的谜题，是艺术家心灵的窥视口，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每一次我们揭开一个盲点，我们都在参与一场穿越时间的悬疑解码游戏。而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侦探，每一幅画都可能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等待着我们去填补那些空白的篇章。 总结起来，《月光宝盒》、《冰与火之歌》和《盲点》都是在不同领域中展现了深层次的故事和意义。《月光宝盒》以幽默和悲剧的方式探讨了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解读。《冰与火之歌》则通过权力斗争和幻想元素，引发了对现实世界中权力和正义的思考。而《盲点》则是展示了艺术作品中隐藏的故事和秘密，让我们通过科技的进展。 揭示出画布上的悬疑解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为我们带来娱乐和享受，更重要的是，它们引发了我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世界的认知。他们告诉我们，爱情和命运是复杂而多变的，权利和正义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思考的。艺术作品则是一个充满谜题和可能性的世界。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有没有看过这些作品？你对他们的解读和意义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留下你的问题和想法，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奇迹和谜团的六度世界。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